没有钱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堂主，修为呢？你一直在骗我们，我。 这边，公主的祭血，这边。都怪某些人啊，顶运来了一步早说。我们喊了是你没听着，好不好？快走吧！公主，一丹公主，公主怎么了？ 一定是唐二叔是了，我们姐妹同感相痛，快去叫神师和天妃，我快撑不住了。苏水，快送公主回客栈。是。我们去找鼎云。快快快快，走走走。乔儿，嫂嫂。乔儿，乔儿。 怎么样？啊，乔儿，乔儿，乔儿，你怎么这么冷啊？啊，乔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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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醒醒，别睡，醒醒啊！